足底的生命蜜，治腰疼、椎疼、膝疼，一并一招，太真了，一招，太真了，一招，太真了。人之有，如之有根，枯根先竭，人老先衰。自古以中外史上名和人有很多用全息抵治病的术，很多用全息抵治病的术，很多用全息抵治病的术。春秋七贬，精通足底治，刺激足底救活了死去三天的国太子，神华佗着了华佗秘籍足心道，足底治全身疾病，救人于分秒之中，治病在之。古印度迦牟尼在祭前留下了足底治病的生命秘，留后世度迦牟尼在祭前留下了足底治病的生命秘，留后世度迦牟尼在祭前留下了足底治病的生命秘，留后世。人各器官在足底的定位，就是些器官在足底的反射，在反射出的生理化和病理化的性反物，就是治疾病的特效治，也叫做足底的生命秘。一病一招，太的了，要做足底的生命秘。一病一招，太的了，要做足底的生命秘。一病一招，太的了。高血招，祥胃治，右骶拇指骨骨施方法，用工具或食指以有痛力度逆方向旋刺激，骨逆方向旋刺激，骨逆方向旋刺激。低血招，生胃治，前掌人字的中施方法，用工具或者食指向前上方，指向前上方，指向前上方。横招，横位置，足底足跟坡面的施方法，用工具或者食指向前上方，食指向前上方，食指向前上方。旋正招，旋位置，背面四五指指背上一厘米的肌肉挖线施方法，用工具或者食指垂直按，锯或者食指垂直按，锯或者食指垂直按。心慌招，心慌位置，前掌人字的中施方法，用工具或者食指向前上方，食指向前上方，食指向前上方。便秘招，便秘位置，踝骨后上方肌肉凹陷，踝骨中心向上四指施方法，用工具或者食指刮按，先下向上推三分，再上向下推分，大向上推三分，再上向下推分，大向上推三分，再上向下推分。腰疼招，腰疼位置，踝骨下周骨距骨下痛施方法，用工具或者食指有痛按，或者食指有痛按，或者食指有痛按。膝骨刺疼招，膝疼位置，外踝骨下面的弧形肌肉施方法，用工具或者食指有痛刺激，给食指有痛刺激，给食指有痛刺激。扁桃炎招，扁桃炎疼位置，背大拇指根部施方法，用工具或者食指有痛按摩，给食指有痛按摩，给食指有痛按摩。坐骨神疼招，坐骨神疼位置，跟中痛施方法，用工具刮板或者食指有痛推刮，食指有痛推刮，食指有痛推刮。刺激人反射，激活人自愈力，自愈力，自愈力。